谁会走出我们的星光隧道呢？哇哇，也是好高的一位啊！对，这个背影看起来好帅气啊！我们听听他的声音。梦想需要勇气、行动和努力。哇哦，他是谁呢？欢迎他走出我们的隧道。同样入围的，我们要恭喜潘玲玲。哇，这位是玲玲姐，今天穿了一身帅气的西装。好帅哦！我们欢迎玲玲姐来到这里，有请。两位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玲姐，恭喜，你好，谢谢。玲玲姐还差几座？差四座，四座呀！哇，慢慢接近了，各位。好，我们今年再继续的加油。谢谢。对，可是你知道哈，刚刚我们揭晓啊，有刘玲玲哈，然后你潘玲玲这样子。是的。会不会大家底下 confuse 不懂要投给哪一个玲玲哈？不会啊，其实投给哪一个玲都好，因为我们永远是零零零零零零。哎，你现在开四个号码给我们是吧？对，已经开过了。啊，是啊。真的对，当我跟我的姐合作的时候，118的时候，就马上开了头奖，然后连续开两期。哇！哇 ，OK， 好，各位啊，如果你要那个零零零零再出现的话呢，今年红星大奖呢，十大应该要有他们了。最后，玲玲姐有什么对这个一直以来支持你的观众朋友们说吗？各位，就是我在这行已经35年了，35年真的是个非常长的时间，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真的还是能够继续支持我，因为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还差四座而已，各位，哪里像出道35年的人？真的一点都不像。我们要再次恭喜玲玲姐，谢谢，谢谢玲玲姐。